Jadi bukan hoki, tangan lang bukan hoki, oh. Makan jala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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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一号。Labor Day not important。五家的路易不？五家的路易不？开啥开啥？开啥开啥？要不不累？老爸，会吧？ 等一下，听了你们要笑话哟。部长拿多少？八个月，八个月的花红是200多万到300万。假不了啊！一把假不了。 说现在我问你，在你们投票之前，想一想，你是不是比5年前过得更好？更糟。你是不是比以前更有消费能力，可以买更多东西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每一次我们问部长的时候，他们说你们 负担得起，在我们的选区的时候，一位选民亲口告诉我，部长每一次都说负担得起，跟他讲政府太贵，他说负担人民负担得起，跟他讲物价太贵，他说人民负担得起。他问我一句话，而且他今天叫我特地来这边问部长一句话。 听好，他说负担得起是你部长讲的，不是我们人民讲的。你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部长应该从人民那边听到他们自己说负担得起才能够算数。对。关天哥啊！ 啊，不要紧，这里我看你们也不要希望什么时候吴宗栋会给你一个瑞士的生活哦，你们永远看不到。我给你这几个数字，你们回去参考一下，你们就会知道很难。第一就是星星的指数，瑞士现在假如是107分的话。 新加坡只能够拿到31分，还有2倍的距离器，去追赶，你们认为可能吗？在5年内、10年内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你们的消费能力、买东西的能力，悉尼现在是95，我们比较邻近的国家，我们不要比到太远。 悉尼95，新加坡只有拿到40分，所以变成悉尼人能够喝2杯咖啡的话，你只能够喝1杯咖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么现在我们的消费能力跟吉隆坡是一样的，这是专家的报告做出来的，不是我自己乱讲的。假如我自己乱讲，他明天 就马上会起诉我哦，所以你们应该相信哦。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世界上最长的几个，一年有多少小时？你们说2400个小时，这也是专家统计出来的，就等于你每一天要工作超过10小时。为什么？就算我们刚才 我的蔡处长的同胞所说的，他的父亲要做2份工作，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。我们是人，不是牛。OK，我们是人，不是牛。告诉我们的部长。所以他一直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生殖能力这么差？ 当我们做工作了10多个小时的话，哦，没有家庭的时间，哪还有时间去生孩子，对不对？现在 ，BAB 前几个礼拜他说过，其实就是在大选之前，他说过，人民 是我们 BABNB 的什么主人啊？他说的，这是在大选之前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不要高兴。大选之后，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人了，各位。所以，既然他说他人民是他们的主人，今天有 蔡处长的选民叫我在电视机面前问部长一个问题：投票的时候是主人呐，投票后是奴隶啊。很好，还没有投票之前，选民要我对着电视机问一下部长，在还没有他们还没有投下神圣一票之前， 选民与各问题想让人民行动党的部长给他们承诺，或者是给他们答案，就是在7号之前给他们答案。他们想知道，在下去的5年，你们部长的薪金要拿多少？因为人民是主人呐，主人要请工人的话，要问他们薪水要多少。 你吃干粮，你吃薏米，薏米会用人。你是不是爱问，我就爱问你，对不？对。第一个爱问啊，六条鱼，你会红包爱吃偌济？你爱知吗？你爱包几个月红包，你爱知吗？对不？啊。 啊，是鬼去闹鬼！啊，是鬼去闹鬼嘛！你要去几摆对不？够啊！伊块问，啊，你过年来对要去几间？去几摆？是甲我讲的啦！起几间本地是头家起间，还是几间对不？ 讲金，江南家己起古里江啊！会干袂？会干对无？没有江南家己起古里江的。一手遮天。啊，伊讲伊是江南嘛，江南人是富人嘛。那么江南有家己起古里江的，你有咧开门富人，看爱起偌济嘛，对无？ 啊，安尼袂要紧，啊，都讲讲讲，那比福建个。